有代表性的工业地带之一。但是，由于抽用了大量的地下水作为工业用水，自昭和时代初期，这里开始发生严重的地基降沉。由于大阪平原至今经历了如此的变迁，所以在大阪港满潮时，有许多地方会低于海面。这里的建筑鳞次栉比，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的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低于海面的土地上呢？正因为大阪的人口和资产都集中在水边，正因为大阪整体的地基不牢，而且有许多地方会低于海面，所以对于水灾的防备显得尤为重要。低于海面的城市大阪曾遭受过强台风的直接袭击，当时的大潮给大阪带来严重的灾害。9月3日、ジェーン台風は淡路島から大阪に上陸。午前10時ごろには最大風速44メートル。この台風は世界最大と言われた昭和9年の室戸台風に次ぐもので、同時に大阪湾一帯に襲来した高潮で市内は一面の泥海となりました。大きな道路からね、小さな路地に潮が流れ込む。その水流が引きつけてるんです。で、一定の高さになったら水流が水の流れが収まるけどね、そこまではそんなに時間なんですね。すぐね、あっという間やからもう時間的にちょっと覚えてないです。ともかく第二室戸台風の場合は風っていうか使った記憶、それからジェーン台風の時にはもう風と戦いで後から膨れ上がった潮水の、まあ、恐ろしさ、これに流木、ドラム缶、これが一緒になって来るんでね、恐ろしいです。这样可怕的大潮夺去了人们平静的生活，甚至威胁着家人的生命。那么大潮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在台风接近时，由于低气压，海水向上聚集，导致海面上升。与此同时，大风把海水刮向陆地，便形成了大潮现象。在大阪府，人们吸取了过去由于大潮而遭受巨大灾害的教训，建造了预防强台风袭击的堤防，而且充实了闸门、防潮堤、排水泵站等设施，实施了各种各样的防御大潮措施。在从大阪市到甲町的海湾沿岸地区，设置了许多闸门、防潮门，他们和日夜守卫于此的当地防汛团一起，共同防备大潮的发生。人们还根据台风的路线和破坏力等气象数据来预测大潮的发生，利用远程监控系统来监控海面的水位情况、闸门、防潮门的封闭情况等等，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大阪免于大潮的侵袭。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还有更可怕的来自于大海的威胁，那便是接踵而至的地震。2011年3月11日，发生了日本东北地区太平洋海域大地震，震源是宫城县母鹿半岛海边130公里处海底。
震级为 9.0 的超大地震引发的大海啸袭击了从北海道到关东地区沿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岩手县、宫城县和福岛县等日本东北地区，高度达十米左右的海啸吞没了渔港和村落，造成了河川上游地区的街道、田地被水淹没。死者、下落不明者约达20,000人，全毁或半毁状态的建筑物达27万户以上。如此严重的灾害几乎都是因为海啸造成的。另一方面，在海外，大家一定记得2004年发生在苏门塔拉岛的海上地震所引起的海啸，造成了死者约23万人的悲惨事件。正如世界通用语的海外新闻中把海啸称为 tsunami 一样，自古至今，日本一次又一次地承受着海啸的侵袭。明治三陆大海啸、北海道宽保海啸，以及给大阪造成巨大灾害的安政南海地震后的海啸等等，均在各处留下了它的印记。那么什么是海啸呢？如果大地震导致海底的地形发生变化时，其地形的变化会直接传递给海水并陷于海面，于是海面发生倾斜，海啸便发生了。海水越深，海啸所传递的速度越快，在海面上以喷气式飞机般的速度登陆后，以高速公路上的汽车的行驶速度侵袭而来。在日本的海上，由于菲律宾海板块沉入欧亚板块时所造成的倾斜，会导致地震和海啸的大范围发生。回顾过去，海啸以90年到150年为周期定期发生。1854年的安政南海地震、1946年的昭和南海地震等，都是地震和海啸同时发生，给从九州到东海地方的广大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灾害。直下型地震、阪神淡路地震发生时，地震所造成的灾害很大，但是却几乎没伴有海啸。但是东南海、南海地震却可能在发生地震时伴有海啸。对此，大阪府为了对抗地震，正在加强各种防潮设施等，实施将海啸灾害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的对策。而且当地的防汛团体和地方政府也在进行感知地震后，在海啸来临之前将闸门和防潮门关闭等展开日常训练。但是与可以提前预测的台风不同，在地震发生后短时间内袭来的海啸，人们有可能来不及防备。在东日本大震灾中，我们可以知道大规模灾害来临时会出现谁也无法预测的情况，还有可能发生大都市特有的灾害。决堤会引起城市地区地下街的进水，海湾沿岸设施中集装箱的流出、化工厂等出现大规模火灾。地面液化造成道路和生命线的中断。
作为震灾和海啸灾害的教训，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到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每个人平时要做好预防海啸的心理准备。如果有一天突然发生地震，那时有没有心理准备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突然袭来，首先要保护好自己，摇动停止后边注意余震边打开门，确保避难口。如果您偏巧在海边，该怎么办呢？地震自不待言，即使是小地震也要快速登上高处或坚固的楼房的高层避难，通过电视和收音机确认是否有海啸的注意警报和警报也很重要。那么如果在地铁或地下街道感到晃动的话怎么办？请您不要慌张，等晃动停止后，通过引路灯走到地面上来。大阪に津波がやってくる、南海地震を想定した場合には、およそ1時間という時間があります。もしかするとこの1時間という時間は長い、十分時間がある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うかもしれないんですよね。しかし東日本大震災、例えば仙台市ですね。仙台市に来襲した津波というのは地震から1時間でやってきました。それでも700人以上の方々が亡く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そういう意味で考えますと、1時間という時間であっても、その長い、十分時間があるっていうふうに考えるのは間違いだと思うんです。まずは地震の揺れ、非常に強い地震の揺れがありますから、まずその地震の揺れから身を守るということ、そしてその後に迅速な避難を心がける。特に徒歩で、基本的には徒歩で避難していただく、そのための方策、計画というのを各自、皆さん一人一人が考え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重要的是、平时家人和同一地区的人们要考虑、万一发生地震或海啸时、应该怎么办。还有、千万不要忘记、自然的威胁有时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本馆中，沿着路线参观，您会看到海啸和大潮的发生机制，过去的水灾事件以及从中吸取的教训。有问题，请您询问旁边的工作人员。这里还有许多专业人士从各自的角度预测的大阪海啸灾害的影像，敬请利用。